嗨，大家晚安，我是无界。今天呢，要继续来实况蜡笔小新我与博士的暑假无法结束的七日之旅。那这一次呢，我想应该可以直接玩到破关吧。今日から朝の体操によしこお姉さんが登場します。没意思，一起来做早操了。这样剩下那个咖喱店老板了吧？忍者。梅子站在草地耶，马路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可是能在 Cap 的旁边跳他就很开心了吧。咕噜里都马哇阿德一起你诺萨，哎，对哦，还有次郎哦，次郎也还没。ヨヨコとサブロー君の結婚パーティー。那么快，那么快！今天是ヨヨコ跟三郎的结婚派对，会不会太突然了？とは言っても普段着でのお食事会。虽然是这么说啊，就只是很一般，穿着一般衣服就可以来参加的料理大会吗？就来吃东西啦。明天我就要回去了。その前にやってしまおうという魂胆です。所以要在我们回去之前，你赶快把这件事处理完。博士怎么了？そこにやってきたのは悪の博士。博士来了。怎么？友人代表として一脸愁容呢？ヒロシとミサエは。广之美也呢？是友人代表。悪の博士にも招待状を出していた。也对那个恶博士发出招待状啊，他是因为要。包红包，所以脸才这样的吗？哈哈，哈哈，不是，是他的恐龙跟他的那个时光机都不见了，感到非常的茫然。怎么了？广志对他说什么？广志笑着对博士呢，交出了这个抽奖箱吗？看能抽到什么？中大奖！博士が当てたのは遊園地。東京ファミリー王国の2名様ご招待チケット。人好好哦。要么送给博士那个东京家庭王国的那个游乐园的两名招待券。不意打ちの優しさに驚き感動する博士。博士被这个温柔呢给感动到了。20张票吗？是两张啦，多一个零呢。我现在非常的感动。しかし、ファミリー王国といえばデートコースの定番中の定番。但是呢，说到家庭王国的话。那个约会行程呢，就是定番中的定番哦。而且他是家庭，又是王国。果たしてこんな老いぼれが軽い気持ちでホイホイ行くことが許される場所なのだろうか？那种地方呢，是我像我这种老人可以轻易的去的地方吗？你明明就是说很想去。大人になってもおにぎり持って母ちゃんと行けば楽しいぞ。就算变成大人了，如果可以拿着饭团跟妈妈一起去，就很开心哦。这个音乐又来了。まあそうだな。確かに。怎么说来也是呢。こんにちは。你好啊。しんのすけ君が今まで書いてきた記事で、博士は実はいい人だと知りました。他透过小新写的报道，现在才知道博士原来是个好人呢。オラがいい人だなんて、それほどでも。小新说：“我才不是好人呢，嘿嘿嘿，不是在称赞你。”あんたじゃないから。美牙吐槽了。素晴らしい発明の数々をうちの新聞で特集させてくれませんか？他们想要帮博士做一个特辑新闻哦。素晴らしい発明。很棒的发明。博士の発明はどれもがみな素晴らしいものばかりです。对啊，博士发明每个都非常棒哦。わかりました。今までは取材が来てもすべて断ってきましたが。哈哈，
他说之前呢来采访他，他全部都拒绝了，没办法。今回だけは特別に我が輩が許可いたしましょう。这次我就特别的允许这件事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で新聞の部数も売り上げも多分バッチリ伸びるはず。梅子只关心新闻卖的好不好。見つめ合ってにっこり微笑むキャプさんとヨシコちゃん。Cap 跟梅子呢两个对视的笑着。被无视害我计划全部泡汤的人呢，居然是这么温柔，还给我那个游乐园券了，还说要来采访我的发明，我真是个幸福的人呢。Party 就这样就结束了。我都还没吃东西耶，旁边东西好多哦。结婚派对主角是谁呢？的确哦，感觉主角变博士了啊，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哎，怎么还是讲这句？他还在讲20章，2章啦。啊，真吓一跳了。他以为我真的放了20章进去，所以是美牙出钱了吗？是怎样让博士抽到那一张奖的呢？啊哈哈，我没有作弊哦，只是偶然的，坐签啦，一定是坐签的。今天不是我跟梅子结婚哦，哎，我还没跟梅子讲话。哎，今天也不是我跟小仙的结婚哦。你真是爱说笑呢。好，我们把剩下的钱全部拿来买巧克力。哎哎，太多太多太多，47个。我们可以来开卡包喽。哦，终于哦，在我回家之前，好吧，4星的，到底有没有机会开到5星的卡包啊？只是转盘的速度变慢，好烂哦！哎。这真的是标准的氪金开卡包啊！巧克力留了一堆都没吃，然后一直在开卡包。哦，有了，终于有一张5星了，全能力加100。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张一样的？5星该不会只有一张卡吧？又来一张4星的。为什么最后一天才让我一直开到4星的？之前怎么开都只有1星跟2星呢？对嘛？又有4星了。全部加60，所以我玩到现在买了那么多包巧克力，只有中一张5星呢，差不多就是，应该就是100%的几率吧。这颜色不太一样哎。攻击加60。没有了。咖喱店老板，而且恐龙回去了，他现在咖喱要卖给谁？他说食堂好像很吵闹的样子，难不成今天有宴会吗？
非常在意啊，没有人邀请他们。大家在那个宴会都吃怎样的咖喱呢？所以他心里还是只有咖喱。哇，今天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感觉就一种等退伍的心情哦。我们去山上看一下吧。钱不够，对哈，我忘记我没钱了。我忘记我已经把钱全部拿去抽卡了。这些蔬菜种了也没有用了啊，恐龙也没办法来收获了，对不对？啊，图吉 Lady 二十三号已经不在了，所以明天就要回去了。这样，这些菜也来不及长大了。在回去之前，我想要再去山上。好好的看一下这边的景色，啊，这里这张图真的好漂亮。等一下，结果最后呢，这边还是没有特别的剧情哦。报社可以进去了，现在应该没人吧？赶快，这边偷看。印刷机。这边的二楼，可以上去耶。哇，我们终于偷偷的潜，从这边潜进 Cap 的房间了。所以嘛，真的可以做这种事情耶。现在可以通了，最后一天才让我们这样通。哇，好赞。我只不过在这边走一走，怎么就黄昏了？哇，大家真的都还在下面呢，一整天的 party。小白耶，等一下，我要跟小白讲话，好吧？食物都空了，大家太会吃了吧？我怎么可以直接进到桌子下面？太矮了吧！哇，都你们吃的吗？我都没吃到哎。只有我一个人在吃巧克力吗？那差不多要吃晚餐了，你们还吃得下？晚餐是咖喱。今天感觉没做到什么，然后就过去了。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姐姐啊，那个啊，我想说明天开始我来帮忙店里，可以吗？为什么？因为这次呢，我试着做了很多事情哦，结果呢？以结果来说呢，大家都变得很幸福哦，所以呢，我也变得有元气了，所以呢，我就有了干劲了，想说，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办法帮上忙，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呢，拉拉口在店里失败的时候呢，都一直在对你生气哦，真的很对不起。每次生气完之后，我都觉得啊，我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真的很对不起哦，我到目前一直都没有办法跟你说，也因此呢害拉拉口都没有自信了。姐姐呢真的是非常的后悔哦，都是我的错了，真是是个大航海时代，汉字虽然不一样，什么东西啊？大航海跟大后悔的日文是发音是一样的。好，这个游戏到底是多喜欢谐音梗，真是非常抱歉。太好了，野原一家见证了这一幕。
啊，最后的入狱画面了，大家好好看呢。对，嗯，小心我们下次再找个机会来吧。夜は外に出ちゃダメよ。出たい時はママも行くから、声をかけてね。声、声、かけたぞ。这个每晚都要讲一次的话，也是最后一次了。来跟大家好好说个话道别吧。哎，等一下，我是要跟他讲话。明天要回去了，但是呢，我觉得你好像来了好几次了，没错。为什么呢？真是不可思议呢，一直在重复啊。哎，博士怎么在这里？他说早上看大家结婚派对呢，他也想结婚了。你要跟谁？他对古代九州国的女王 Hihiko 有兴趣啊。如果把他带到现代来，就可以跟他结婚了，怎么样啊？这里有一个长得跟 Hihiko 一样的人哦，介绍给你好不好？哇，这边也都是最后一次来了。啊，你又要点拉面啊？好吧，你每次都吃很快了，没有这回事啦。如果是拉面的话，我要花一分钟以上了，一分钟就很快了，好吗？哎，他在说梅子是他的对手吗？而且他还是在问那种恋爱相谈的问题哦。真是不可不可原谅。哎，你说不可不可原谅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不可不可原谅。哎，好，算了，我不想翻了。对对，在讲什么？啊，他说他找次郎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他心情也变得爽朗了。嗯，明天就可以加油了。次郎到底是？提供了什么情报？他说听着音乐呢，连恐龙在的时候那种不安呢都不见了。原来恐龙在的时候大家是不安的吗？我怎么觉得你们看不出来有那样的情形呢？啊 ，Cap 这边也是最后一次了。啊，真是伤脑筋了，一定是梅子的事哦。我就知道。去送拉面吧。明所以只剩咖喱店老板啊，来不及告别，被抓回去了。耶，哈哈，两张券。哦，我们把这边所有的楼梯都爬过一次了。嗯，我今天有爬什么不一样的楼梯吗？啊，我知道了，就是新闻报社的二楼那个。把姐妹的关系变好了。哎，好了。耶、yeah。哇，他明天就要回去了，突然觉得好寂寞。这次应该就不会又时空倒转了吧？今日から朝の体操にあの次郎さんがいるようです。次郎也来跳了，哎，所以最后就只有咖喱店的老板没有来。嘎吉达啊，少了恐龙也是有点寂寞。呼吸，咕噜里都马瓦阿德伊奇尼诺桑，最后一次的早操了。
は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最後の早餐。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哇，这样我们准备要回家了吗？朝ごはんの後、野原家の人々は春日部へ帰るため駅へ向かいます。好，跟往常一样要去车站搭车回家了。欸，咖喱店老板这时候出现了。また来てね。毎年来ていいからね。要再来玩哦，每年来都可以哦。みんながいなくなると寂しくなっちゃう。你们不在的话会很寂寞的。忘れ物がないように、春日部に帰っても健康に気をつけて。东西不要忘了带哦，回到春日部也要健康哦。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真是受你们照顾了，耶！僕も春日部に行ってみたいな。我也想去春日部，我也想介绍风间给你呢。私との思い出忘れないでね。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回忆哦。我已经把我的机器人取名叫做小新了哦。光阴矢のごとし一期一会。阿呆讲的这句成语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でも僕も忘れない。嗯，我不会忘记的。帰ってもみんなと一緒だぜ。我这样回去也会跟大家继续在一起的。防衛隊ファイヤー！ファイヤー！悠悠口幸せにするんだよ。絶対だよ。啊，你一定要让悠悠口幸福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絶対に幸せにします。谢谢你，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春日部で頑張ってね。美雅在春日部也要加油。おっと、そろそろ列車の時間だ。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火车要来了。短い間だったけどありがとう。虽然时间很短呢，真是非常谢谢。没有很短呢，我们重复了好几个礼拜。我会再来的，拜拜咯，大家。拜拜。哎，这次没有照相，不是每次都会照相吗？这次没有照。历史观改变了。啊，博士这次没有用时光机。全ては一瞬の出来事で。啊哒，跟之前的台词不一样，是他这次使用的是过去式，所以时间他没有打算再让他回来了。啊，好漂亮哦。繰り返しのリプレイではなく、新しい時間の新しい新之助。新的时间，新的小新。ほら、この景色知ってるぞ。我有看过这个景色哦。他也又要哔哔哔了吗？新しい景色だぞ。哦，但却是新的景色哦。我以为你又要 action beam，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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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晕倒这样子。这火车人好少啊，美雅居然让小新一个人坐那个位置。啊，我们终于玩到破关了。うちには東京ファミリー王国のチケットないの？うん、また今度ね。おにぎり作って持っていこうぜ。じゃあ何を入れるのがいい？ウクク。天哪，好可爱的对话。刚小新问他们说：“我们家有那个吗？家庭王国的入场券吗？”那美雅就说：“下次吧。”广志就说下次我们要去的时候就要做个饭团，然后一起去那边。啊，终于把这款游戏给玩完了。
我觉得好像看了一部大长篇的电影，对不对？美术这款游戏的美术真的超赞的，景色都好漂亮哦。回る回る哇，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可惜没有出中文版？不然这款游戏我真的觉得超赞的，超赞的，超赞的！当初那么期待，真的是对的。但真的很可惜哦，我觉得也因为没有中文版，我实况起来也是蛮累的，我都还要去想一下的，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东西就像谐音梗，那真的是很难去翻译的，然后把它翻译的让大家可以感同身受，就觉得哇，这个很有趣这样子。但也因为太多这种谐音梗的关系，所以它没有翻成其他的语言了。这款游戏就只有日文，连英文都没有。所以啊，就我所知啦，就是其他国家也喜欢小新的，也都很失望。这时候就很庆幸，还好自己懂日文，可以玩得很开心。熊本县，哎呦，库玛蒙，熊本熊，阿苏市，景色提供是阿苏市提供的。哇，这样感觉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阿苏看一看了，说不定就会发现说那边有一个真的类似这样的地方。真的结束了，New Game Plus 什么意思？可以再继承记录玩第二轮报社的发展啊，然后图鉴啊，还有恐龙卡，还有对夏天的回忆都可以继承下来哦，那我们当然记录啊。这样我是不是太快把钱花完了？等一下，我要记录在这个。耶、yeah ！哇！所以真的可以无止境的玩下去呢。这个暑假，好了，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来看。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买回来试试看哦。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